卓兰高中叶光龙带来精彩的表演。哎呦喂呀！哎，这个，天哪！
突然中拳，这个对，哎，叶光龙，叶光龙真的很棒，这有创意，而且最后还双龙抢珠啊。对，这个是他们老师啊，指导老师用筷子吃贡丸的时候想出来的。你那个是功夫熊猫吧？那个也是双龙抢珠，有没有？是是是。哎，这段的表演呢，要受国外的外宾来到我们台湾。把这个亮出来，他们吓得一愣一愣的。对，他们说到重点，他们真的是世界冠军，是他们是用这卓兰高中这个练习的时候啊，经常整个练完之后怎么样，变成一个九九啊，缠在一起，因为龙自己打结的。哎，来，我这不简单的，不简单的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有国中、高中的都有。原来拿球的是你啊。你那么小只，你拿得动哦？对，小妹妹，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詹佩涵，哎呦，我吓了一跳，我叫什么名字？我是左左，我是右右，奖品耶，奖品耶，everybody，再来，来你好，再来，我是李维奇，维奇，哦，你是舞鱼的是吧？哦，这一般呢，在学校舞龙舞狮啊，我舞鱼，还有舞球的，是不是？帅哥，介绍，我叫李世凯。李世凯，哦，你们这个练这个练多久的时间才有这个精彩的表演？练大概两个月。哎呦，才两个月，所以又是台上一分钟，台下两个月，台下两个月，怎么台下两个月？你是刚加入的吗？你是新的吗？我刚升高一。哎呦，所以是高一的新生就要负责拿球，是不是？没有。没有，这个拿球的真的，他一个动作要是失败的话，那后面龙真的会打，就打结。你们练习的时候有打过结吗？有，真的有打过结，一问就问中了。所以你看他这很辛苦哎，他们一个整个套路练下来啊，要完全没有错，真的很困难。大家看到他们要越过龙的身体，是，而且那个人是这样跳，整个就在那边跳，膝盖要很好啊，太棒了。除非他们有非常好的动力，才能推得动这个火车。该不会接得下来？你要邀请这个？怎么这么刚好？哎呀，就是动力火车哎！天哪！来，我们一起来欢迎动力火车。火车。